我们很开心的邀请你们在我们的家里，我们是从法国来的。我们要说欢迎回家。我们家人，有从神来的话想跟你们分享。在这个困难的时刻，我们向你多说，你们说宣告，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。在神的话语里面忠心，像在约书亚书里面所说的一样，不要惧怕，要刚强壮胆，要选择来侍奉神。至于我和我家，要来侍奉耶和华。我们相信，在我们活的时刻，我们需要来专心在敬拜神上，把神带到第一顺位，在所有一切所做的事。任何事情我们都不想自己做，而是要如家人一起，如一一起，甚至是与全球的家人一起。我们将我们的爱来送给你们，祝福你们，我们爱你们，拜拜。